你有听到他们的反差吗？一开始是我爱你，我叫你单独说了我爱你，对，在那边给我小可爱，最后一次哦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来来来，来一二三，一二三，我爱你，对嘛对嘛，男生告白就是要 man 一点，好不好？那女生告白怎么样？女生告白，来来来来来，你来来来来，第一排来。哎，不告白了是不是？马上放弃是不是？来，给你时间，倒数三秒，一二三。I love you, baby。哦，他走一个 international， OK， I love you, baby。好了好了。OK， 星辰这次第一次来到达德上空，然后你觉得天这个气温有没有影响到你？因为你看穿的很少啊，各位同学，对不对？我超热给你。但刚刚跳完一首，稍微热起来一点。热起来，热起来。OK。我没有穿很多吧？可以穿得够了哈。穿的不够的话，星辰爱跟热情会传送过去的，好不好？夏天的朋友，给你围巾的嘞，你是夏天。先让你告白，你先给你后面一点机会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已经收拢过了，好好好。OK， 好，所以这个同学们的热情，等一下温度再提升一点，好不好？因为 Amanda 这个表演的时候，你看她这个啊小薄纱有一点点冷哦，对不对？把这个热情跟温度传送给你，再传送回来，好不好？好。Amanda 最近有没有什么活动想要告诉大家的呢？在2月21号会有我个人的音乐会，如果有空的人可以来，看台北。对，有机会去台北的同学，有空的话。啊？拿什么？哪次不去？哪次不去？是不是？你要确定哦，记住他的脸，他没去，对不对？哦。这边有3000人吧。还有一个机会就是，生活工厂的小巡演会在台中有一个一
场。OK OK。你住哪附近啊？哇，这么有缘呐、啊！哇，要记住哦，没到的话，这边差不多3000人吧，罚3000哦。好，好，要记得啊、哦，说到做到啊、哦。好，记住了，记住他。我记住了。OK， 大家有空的话就可以去follow， 然后这个追踪一下这个星辰，然后任何活动呢都可以在上面可以 follow 得到，好不好？接下来星辰第二首歌曲带来什么给大家呢？带来我的青春没在怕的片尾曲，有人看过吗？怎么又一个？你也要告白是不是？你也要是不是？好，片尾曲的名字叫《知己》。OK， 让我们欢迎星辰带来这首《知己》。听得到。